李文公职104年度庆功感恩茶会正式开始。感谢大家今天来参加我们的感恩茶会。感谢很多的人，并且分享了彼此上班的喜悦。鼎文有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没有他就没有鼎文，就是我们的大家长许博士。许博士呢，他总是在第一线支持我们，那我们就是一起欢迎他来我们上台讲几句话。许老师呢，在这里呢，还是要再次的恭喜，能够呢，在这一次竞争非常激烈的国家考试当中脱颖而出的各位同学。也许呢，我们同学在准备国考的一个路程，每一位同学都不相同，但是呢，今天能够品尝到呢肩膀提饼的喜悦，那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人家说肩膀提饼是人生三大喜事，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但是呢，戚老师也要再次的勉励各位同学，因为呢，公职这条路，人家说人在公职好修行，也就是说他的目的呢，除了自己有发挥所长的时候，也是呢能够服务社会非常重要的一件事。那今天踏进国考这一步应该只是第一步而已，不管你考的是高普考，考的是其他特考，国家考试的录取通常后面还有升职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国家关联的体系最高呢比如说还有行政院的正次长他们都是文官的长官体系，也都是像我们一样有国考然后慢慢的升过来。所以呢，建议大家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好，那接下来邀请到的是我们的陈讲师老师呢，在我们就指导我们学员的自传的批改啊，还有就是面试的辅导上面，他们相当丰富的经历。举一些例子给大家，讲一些小故事来加深大家的印象。第一个，谦卑做人，用心做事，大家顾名思义应该都很清楚。第二个，合理要求是训练，不合理要求是磨练，当过兵的应该都很了解，因为你在职场上不可能事事都顺你的意，长官交代给你的工作也不见得是你喜欢的，可是你在职场上你就必须要去把它完成，那这个心态上要去做一个改变，你才不会做起事来心不甘情不愿，最后吃亏的还是自己。第三个是众人而后人众之，微笑是室内的阳光，今天你的心情情绪再不好，你把微笑带进你的职场，你上班起来会获得很多同事长官的肯定，因为伸手不打笑脸的，这个是一个心态的一个转变。那前面讲的众人而后众之，你尊重别人，别人一定也会尊重你，这样子上班的气氛就会更好。尤其是你的长官是有点年纪的比较资深的同事，他们希望的是你的尊重，你尊重了他们的专业，尊重了他们的经历，自然他们就会把他们懂的会的会传承给你们。让我们热烈欢迎补习班班主任秀婷主任。班主任，大家一定会觉得很奇怪，公职人生跟雅虎拍卖有什么？不是代表我是购物狂，你们有在线上买过东西的话，是知不知道雅虎拍卖买东西会有个评价，你们要买东西是不是都会去看那个卖家好评好不好？对，那其实在会特别举这个例子，是要觉得说我好像只在这个小小的单位，也许我分到观光局的某一个小单位，我好像跟同事之间随便相处，或是可能扯别人后腿，顶多我两年高考我两年过了或三年过了我掉就好了。其实没有，大家其实八卦本质都很高，然后现在的长官其实他要用你的时候，其实他们电话都很方便啊，有的直接用 LINE 问一下说，哎，你们那个单位的谁谁谁好不好用？所以其实自己的每一个动作，其实都会为自己的将来带来不一样的结果。
大家常常会忘记我做这一件事情的本质的初衷是什么，所以你很容易遗忘自己存在的价值。那你其实只要把那个想法找回来，你就不怕你的公职的生活会活得太痛苦这样子。我们每天没有办法期许自己做到100分，但是我们就跟自己讲，每天努力做好一件事，这就是在你生命中发生最美好的事。那看起来好像很简单，但其实努力做上是有一些难度的。好，我们请廖正老师，我们今天请廖正老师就是跟大家讲几句话，跟大家分享一下。某程度上来讲，我已经教书教了相当程度的一段时间，那我也慢慢的跨出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比如说，我有想过说，是不是建立相关的网站来，比如说甚至就把大部分就是可以用什么特别的方式，把我们身上有的资讯来公开，因为我们学大多数的事情都存在我们脑子里面，可是在它转换成文字或其他的部分的过程的时候，可能会怎么讲？一般的人会认为说知识无价，可是我们做的事情，我觉得应当要把这些知识或者是这些东西再用更简单的方法把它传达出来。所以我始终认为，不论各位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位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与他人沟通的这个基本能力，或者是在团体之中调和的这个基本能力，对各位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历程。或是对各位以后的演练或者其他部分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程，所以各位可以稍微调整一下这个状态。我们常常会受到环境的左右，就我自己也是这样，或者其他人也都是这样，我都很容易受到环境的左右。是你有时候在面对事情的时候要先记一件事情，比如说上课的时候我有时候会提到这个，你可以先接受再去应对，不要一开始的时候就觉得说这件事情是如何，这件事情如何，就是有的时候要放下先入为主的概念去调节自己的状态。可能你在进入新环境或者是其他工作的时候，就你现在要进去新的工作的时候会比较容易上手，比较容易上手。好，那我没有要分享其他的部分，再多的恭喜各位，那也谢谢你们给我这个机会，让我们回来跟各位讲讲话，看看大家。好，谢谢各位。那接下来呢，刚才都是就是老师分享哦，接下来是学长分享的时间，有问题的同学大家可以直接问学长哦。好，那我们先请李安学长上台。李安是103年度考上高考交通行政，目前在 NCC 上班。其实还是很再一次感谢我们廖正老师，然后以及其他鼎文的工作同仁都很不错了，所以我今天才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那我考的是交通类，好，那本来我本身其实也不是念交通，而只是刚好对交通有兴趣，所以我选择这个类科。那目前分发单位是在NCC， 就是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它就是负责一些广电媒体的监督啦，一些评鉴换照等等。那我相信在座一定也有高普考同仁，或者有其他公单位公职体系的。那其实一到一个新的环境呢、啊、我相信大家都是会很陌生，不管你对人或会对你的业务或对组织上面都会其实很陌生。那其实我觉得第一点，大家可以身段放软，不管你有任何问题啊，或是不清楚的，其实我相信都可以请教学长，那一定也会有一个直属的学长去带你。哦，那从中，不会的就是直接问没有关系。那哪怕是跟你所学的，因为像我是考交通嘛，但是我来的这个单位其实业务上都是以传播新闻为主。那其实业务上虽然没有很直接的相关，但是我觉得刚好，你也是可以去重新学习一些其他的东西，等于是给自己一个机会。所以我觉得到一个新的环境啊，不懂的或是觉得很陌生的，其实我觉得多问都没有关系，因为你可以把握这新人的是半年的时间、哦、那学长啊或者长官啊他不会介意你多问、啊、那因为其实多问你就可以多学到一些东西。那再来就是你们之后应该都会有一些受训的课程，那其实受训的时候是最好，等于是蛮值得回忆的一段时间啦，因为你等于是跟所有其他跟你一起进来的，或是
同期一起报到的同学哦，一起做一个集体的受训。那刚好在受训期间，你可以学习一些比如说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啦，或是一些团队的默契，或是一些一些大家一起讨论什么报告等等，等于是让你能快速的去掌握这块去那个工作上的那个能力啦。我们这次上榜的学员有这么的多，所以我们也有请本届上榜的学员来分享一下心得。我首先要请到的是杨继章，对，杨先生，请他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大家好，考上高所，考那个机械工程，我原本只是打算有考上就好，或者可能有考比较前面，就填在那个在经济部，分到经济部啊。那我是准备大概快一年这样，然后上江老师的课，江伟老师，江伟老师的课。然后平常我都在没事读书啊，或是上班。我原本在铁路原籍啊，在七堵吊车站。哦，我觉得考试过程是蛮辛苦的啊，可是考上还有我觉得每一科一定要都要读完啊，不能猜老师会出什么题目这样，因为我觉得你会去逃避的题目可能每个人都去逃避的题目啊，可是。如果我是老师，我应该不会出那种大家都会的嘛，比较容易混淆的部分嘛，所以我觉得，要都要读完这样。接下来呢，要请到的是我们的许建雄。那个很高兴能够今天能够跟大家在那边见个面，然后我会来这边我也蛮意外的，因为我本来是。在基隆送信的一个邮务室，我是2010年考上的啊，然后当年也很幸运，第一次考就考上了。这次啊，其实时间很充足，因为我没有时间念书，然后就知道有考试之后，我就参加了我们鼎文函授的学生，然后总共大概只花了2个多月吧，然后当然有一些秘诀，当然。要感谢我们许博士老师的铁路工程的函授课程的 DVD 和他的教材，因为真的写得很好，我只看这个而已。然后还有李查曼老师的铁路养护作业大一的那个 DVD 跟教材，我真的就只看我们鼎文的东西，然后短短2个多月我就考上了，而且是正的，不是真的，是正的。我看，然后之前有看到那个。因为有一次我坐火车，因为我家在中和，可是我在基隆邮局上班，所以我每天坐火车都要来回2-3个小时，就这样过了2-3年。然后有一次我回家很晚的时候，居然有一个列车长走路过来跟我聊天，主动跟我聊天哦，因为很晚哦，而且我那时候穿着邮差服，他居然跟我讲：“学弟加油，我以前也是邮局。”然后我就有去查一下网络资料，发现。这真是很有趣的观点呢，很多人都是邮局做一做就跑去铁路局，不管你是列车长，因为 B 运输人员他考试科目只有一科不一样，我们都考企业管理，你把那个邮政法规改成运输学，你就可以考列车长。下一位，这位，因为刚刚其实都是函授的学员啊，那我们就是现在换一下来一个面授的学生，但他是我们无限一年专班的学员，他是非常认真，他是。不是本科系，但也花不到一年时间就上榜了。请嘉栋同学，其实很多像我不是念交通的，我是念地理的这样子。那其实现在各位看，从22K 政策来之后呢，其实台大政大都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好。那其实台政的一类科系出来都是还蛮惨的这样子。我跟不少同学都是讲说，读政大资管出来，他一个月他只领28K、25K，怎么会这样子？这样子，那就是就业环境相对的没有很好，所以说其实就会很多大家来考试这样子。而且我以前高中的时候是
念三类，所以说那班上就是不少医生这样子，那同学会的时候都会特别尴尬，所以说才说就是更坚定说一定要说是赶快考上这样子，就是能够有一个好的工作。那在座各位也都是很顺利的，就是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工作这样子，所以就是有时候真的不要羡慕台大政大，有时候他们那个一类出来真的是现在这个环境就是也是蛮惨的这样子，所以说有一份这个稳定的工作就是非常的重要。那就是非常感谢那个就是这边老师，尤其廖正老师，那就是我的问题比较多啊，常常就是念的比较就是爱钻牛角尖，个性比较讨厌一点，爱钻牛角尖，常常就是赖跟老师问不完这样子。那很多老师啊，像是陈亮老师啊、李长曼老师啊，很多老师然后也都是非常认真，对，然后就是念交通，可是没有上到许博士的课，就有点小小遗憾这样子，对，那就是这位老师很好，而且柜台也都很好，就是因为我比较爱跟大家拉塞这样子，那就是柜台这个这几位可爱的柜台，然后就是平常就是很忙的时候呢，我读书中呢还是很愿意陪我在那边聊天啊什么的。就是这是最坚实的后盾，对。谢谢。颁奖的部分，最后面这个部分，非常重要的部分。对，我们会直接唱名，那就要麻烦念到领大名的学员，就是可以陆续上台授奖。那我们先请，我们要请许先生上来，许博士上来颁奖。好，现在请叫到名字的同学上台领奖哦。第一位是彭君彦。好，请您上台。稍等一下哦。对，我们就是领奖，然后还要做一些合照。军彦的话是考上铁路特考高院级电子工程。好，下一个请蔡梦凡同学准备一下哦。梦凡是原籍事务管理。好，下一位请李奇峰同学准备一下哦。好，非常恭喜哦。好，奇峰呢，他是考上今年铁路的左级的运输营业。好，下一位请许建雄。许大哥，许大哥可以准备一下哦。好，恭喜，好，请请许建雄先生。好，先生，大家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刚才他们今年考上左级的两路。然后下一位请用于清华同学准备一下哦。一二三。好的，非常恭喜。谢谢，我会在家里在我上班。恭喜恭喜。好，先生，他是考上今年的左级的机检工程。下一位请詹立成同学准备一下哦。好，立成呢，他是考上今年高考的测量制图。好，下一位请陈一昌同学。恭喜。一昌呢，他也是今年是考上高考的机械工程类科。下一位请杨进章。好，进章一样，他也是刚才有提到他是高普双榜机械工程。下一位请那个我的小鲜肉同学哈，简佳佑同学，请准备。
好，加油，是好，搞好交通行政。下一位请黄玉婷，玉婷先上台。恭喜你哦，谢谢，我会再加油的。好，下一位请杨小佩准备一下，谢谢。来，恭喜玉婷哦，玉婷她是考上补考的地震测报哦。好，下一位请我请万婷跟万婷先准备。一二三，好，恭喜小佩。现在他是考上的，也是铁佐的机电工程哦。好的，那我们谢谢谢学生，谢学生，谢谢。好的，像我们就是今天来的时候，应该在签到的时候都有拍照。然后包括像刚刚的合照啊，就是如果你就是需要的话，可以加我们顶文补习班有 LINE， 可以加我们 LINE 来，我会再把照片传给你们。对 ，LINE 的 ID 没有放在这里。好，在外面，我们 LINE 的 ID 放在外面的布告栏，大家可以在外面直接去加我们顶文的好友。好，那接下来呢，就是到了我们庆功宴、庆功茶会的尾声。我们每年其实固定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简单的仪式，就是我们要一起举杯。好了，那这边我们就祝各位前程似锦，步步高升。好，请大家一起举杯，恭喜！干杯！干杯！那为什么会愿意这么辛苦？一定会有一些支持的力量。你可能有一些对自己的期许啊，然后期望着更稳定的生活而前进，然后相信自己的努力，让你的专业能力能够变得更加强大。你的另一半、朋友，甚至父母亲，可能有时候会面临说：“啊，今天念书了没啊？念了多少？哎，报名上课不去上课？函授教材还没有看？已经看完一遍了，看得懂吗？要不要看第二遍？你花报名上课又不看，是不是浪费钱？等等的。”但我相信，更多时候，他们一定也是支持着你们，让你们能够坚持到最后的力量。对，那当然最后的结果，我想就不用多说。今天各位能坐在这边，包括说在榜单上面看到自己的名字，就代表一切都是值得的。那我们也非常感谢说各位最初在决定要就是参加国考这条路的时候，愿意选择我们鼎文作为你们背后的力量之一。对，那先跟各位感谢一下，感谢各位。对，谢谢各位，各位辛苦了。